你说说，妈妈哪里好？怎么又来了？哇、啊、怎么了？说啊。想想嘛，妈妈又漂亮又可爱。还有嘞，想想，妈妈还没烧土豆时好厉害。没有，你也说说。仔细地看了又看，两个眼睛，一个嘴巴，一个鼻子。什么意思啊？看起来太好。你这话怎么听起来这么别扭？你这是夸我吗？别人都说妈妈笑起来很好看。别人的话能相信吗？嗯、你要相信你的眼睛。妈呀、嗯，等我老了，你长大了，管不管妈妈呀？你不听话，我就给你罚站。啊？你为什么要罚站？我管你啊！啊？你就这样对妈妈的呀？你不就这样管我的吗？啊！还有我，还有我。